后台 Super Stage， 对，我们来那个开箱一下，没错，后台开箱，去突袭一下有哪位歌手，没错，可以，哎，第一个映入眼帘的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来，先他好，我们先吃的什么？给就很多歌手啊，或工作人员，或者很辛苦的大家，就是给吃东西休息。我们看起已经吃一天，讲出来。他有补货，我们看把一盘菜吃完了，终于有货了。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杰明看到什么？按摩，每人20分钟。来，走开。我先问。手边电箱，大家要这个不是要好台逻辑？这是没用的东西。我们这边还有设置紧急出口，然后我们全馆禁止禁烟哈。我们拉叶哥，充满惊喜呀！什么意思？是说这种就是处处充满惊喜吗？对啊，我们是 All in Five， 我们是今天特派员，我们拍个照。环保活动。
那是最近的 K 酱时期，真的有点没办法接受。剪短头发就这样。那个不是他的样子，那是人设，那是人设。解释一下这个人设是什么？第一首就是两。第三首挖成的，太起来了，我把它命名为叫做斯文败类风。为什么我有败类？主要就是我也很久没有清楚他大家的脸，因为玉成其实有近视，所以他之前都没有戴眼，所以其实会所以大家都看不到。刚才竟然有人说可以讲变白了，白了，可以讲说他过步了，说有限动吗？他的腿比国外还漂亮，过步有点，过步有点，这个哪里来的这句话？你帮我们剪头发都给你乱剪过，等一下。玉成过步的那个猴年相机要拿去修了、哦、是跟着站立起来方便一下好太快了。现在这两位目前在做什么？下腰了，没有了，越蹲越低了，这时候他需要一个辅助帮他撑着。他是内八要少女心，但我觉得拍照不只是那个人，连摄影师的重心也很重要。摄影师你背后付出了多少？